那么愿意接近你，跟你成为朋友，你以为遇见知心大姐姐了吧？你被利用了，还被蒙在鼓里。他的资历、学识、谈吐、阶层，包括跟顾总的感情基础，哪一点是你能比的？老板早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江小玲啊，你最近有点不太对劲啊。没有啊，老板，你要是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好，你可以批评我，我可以改的。这句话最不对劲了。你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？我一天天穷开心的，哪有什么烦心事儿啊？顾总，您这周的行程安排在这里，然后进度表我已经同步到设计组了， PPT 我也收集好发送到您的邮箱了，然后这是报销签字。这不都是江小宁的工作吗？怎么你来做了？哦，他有点不舒服，所以说我就拿过来帮他一起签了。不舒服？哦，对了，凯哥今天晚上过生日，大家想给他一个惊喜，您赏脸参加晚宴啊？好啊，把所有人都叫上，我请客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好的。怎么样，李姐？还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没有问题。